接下来我们欢迎印度王子罗平。那你可以先讲一下这什么意思？我今天要唱的歌，它的印度话叫做 Duch Me Rab Dikta He。不能怪我吧？不然你念一次，不然老师你念一次啊。你再念一次。Duch Me Rab Dikta He。Duch Me Rab Dikta He。哎呦！老师有你的，啊，什么意思？他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说，就是你就像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一样。哦，是一个情歌。哦，是赞美爱情就对了。对。好，那就开始喽。好， okay, 好不好？谢谢。Tu hi tu channak meri, tu hi mera cha. Tu hi tu mannak meri, tu hi ruhu ka saku. Tu hi akhe oke jhandak, tu hi dil ge dastak. Aur kuch na jaano main, bas itna hi jaano. Kuch mera rab dikhta hai yaara.鼓励罗平的演唱。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你有一些歌唱的技巧是比较新的感觉，然后加上你的外形，然后跟你的动作，其实呢，你在舞台上的那感觉是非常迷人的。可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歌呢，还是有很多音准的地方。我觉得你每一次唱那个什么 To He 什么 Mel 那个妈，那个地方的 Pitch 都会有点低，两次都是这样子。OK， 那我觉得当然呢，唱这种歌，我觉得。绝对是吃香的，因为它就是有那种异国风情 ，OK， 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比较新鲜的。好，谢谢老师。看印度王子今天的分数如何，请下分数。40.8，恭喜罗平过关。谢谢，恭喜。谢谢